传统香制作技艺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福建的广场上总是晒满了五颜六色的咏春香。据统计，东南亚地区每三根香就有一根曾在咏春县晒过太阳。点上一炷香，在香气袅袅中闻香识咏春。在中国，香文化历史悠久，焚香则被誉为十大高雅之首。古代文人雅士们无香不足以为具，写诗要焚香，赏花要焚香，待客休息都要焚香。香在人们的生活中可谓是如影随形，无处不在。咏春香流传至今，最讲究的是手艺。上等的香甚至需要两三代人的调试，沾水打底、斩香、抡香、切香，十多道工序必不可少。用天然香料和中草药配制成的香品，还原了草木的芬芳，还制成了竹签香、盘香、塔香等不同的形制。时至今日，咏春制香，人们仍虔诚地坚持着传统的手艺，以香为名也成了当地人取名的特色。良姜、祁南，这些好听的名字其实都是制香的原料。以香为名，浪漫又真挚，人们爱香、敬香，代代相传。来自阿拉伯的香料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飘洋过海，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福建永春县相遇，在文化的碰撞中创造出了独特的永春香。